娘子，娘子你在哪里呀？娘子，官人，你回来了。娘子，我遇上官追了，我们赶紧离开吧。小青呢？他出去了。哎呀，他怎么出去了呢？他是不是去找我了？那我去找他。官人，你惹了官妃，还是让我去吧。哦，不不不，我去，我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找小青比较合适。小青，小青，你在哪里呀？小青，你千万别遇上那个和尚了。嘿，哎，老实人。小青，哎哎，赶紧跟我回去。你找我跟你玩啊？玩？这个时候还玩？赶紧跟我们一块回去吧。跟你们？跟你？就不能跟他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有我就不能有他啊。哎呦，我做人做得这么差，要不然你就和姐姐回去吧。你也知道你做人差呀。我做人就是差呀，因为我是一条……住嘴。我们说过不能在许仙面前说这样的事。为什么不能说呀？我们以前多好呀。看看姐姐你现在，人不像人，蛇不像蛇的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怎么了？就是说姐姐你呀，现在人不像人，蛇不像蛇的。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你。哎呀，娘子，哎呀，娘子，哎呀，二位姑奶奶，别斗气了，赶紧走吧，我求求你们成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求求你们成吗？不是这句。赶紧走吧。上一句。二位姑奶奶成。姐姐妹妹走吧。走，左右左，扭啊扭，扭。娘子，小青，等等我。